四中兼换贴是形容结拜兄弟，啊，佮有甚物时阵咱会用到换贴的咧 ？A 相亲 ，B 订婚 ，C 庙会拜拜。嘿，你有四十秒的时间。嘿，换贴，换贴吧，换贴，相亲，相亲，订婚，订婚，庙会拜拜，哦，这答案我知啊，是相亲还是？伊讲的订婚的时阵，伊会合拜的。嘿，我嘛是想讲是毋是订婚的，因为拜拜毋是足侪人咧换足侪贴的。系啊，是。你毋是订过婚？我直接结婚呢。哦，你直接来啊！我直接就结婚呢，假意走。啊是假意走。哈哈哈！我假意反悔。是讲是订婚还是相亲？订婚啊！订婚，订婚，订婚，好好。订婚啊！订啊！我的答案是。所以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订婚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订婚对唔对？哦，又对啊，又对啊！好来，终于得了四金了，赞赞赞！来，咱请老师解说。来，老师，好来，咱来第一步讲四中行换换贴嘛，哈，就是讲啊，朋友之间感情真好啊，哈，啊，而且哈，佮有结拜过。啊！咧结拜时阵，一般因个呐会当作跪倒来有无吼？啊，迄个随个念啥？啊，天在悬，啊，地在低，吼！啊，我某咪人今仔只要甲某咪人啊呐结拜，啊，请天地神明为证，吼！啊，阮两个从此要呐成做同心共命的好兄弟。啊，伫这过程中吼，因个呐交换这名帖。好啊，所以结拜兄弟，咱嘛叫啥换贴兄弟啊。简单讲讲换贴的哈。啊，迄个换贴到底是要交换什么贴？就是交换名贴。好啊，这名贴的，就是顶冠吼，就咱讲的这金贴啦。啊，有人讲金贴哈。啊，这金贴哦，一定往写啥写名啊。啊，写迄个你的生辰日月。啊，你的本基地，本基地就是你的籍贯嘛哈。啊，加加些贴啊，哈。啊，咱订婚的时阵吼，查甫查某嘛是爱交换啥，即金贴吼，啊，迄个嘛叫做换贴。啊，对只讲相亲嘛，相亲在咧看讲有介意无尔，对啊，所以较无需要换贴。哦，所以咱这条答案就是订婚哈。